别咯，就感觉是手工的东西要用心来做。看一下，今天我刚刚一直在玩那个 Photoshop 出一个 Firefly AI 的，就是 Generative Fill， 就是你可以把你打入关键字，然后就会生成一个图片。